哎，这个值得讲一下，哎，要不紧张死了。这个是我妹妹，这一个是吧？这个是你妹妹，22岁，你爸爸也是肺癌，奶奶也是肺癌哈、就遗传家族起聚集倾向很明显。嗯。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结节大概9毫米，边界是清楚的，嗯，哦，边界很清楚，然后密度稍微高一些，嗯，大概是负400左右，嗯，哦，但是呢，我们把它变到纵隔层，这是1毫米的 CT 扫描，嗯，变到纵隔层看到这个结节看不到了，嗯，好，哦，对，然后肺窗有肺的地方能看到，嗯，这是一个典型的膜剥离结节，嗯，那么切了以后是虽然爆了浸润腺癌，嗯，但是我们认为这种也是跟原位癌这些类似，切了以后手术效果非常好，基本能治好。